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女孩会愿意陪你一起吃苦，陪你一起共患难。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小了，别总是吊儿郎当一事无成。现在要做的就是搞好事业，因为任性贪玩的年纪已经过了。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有相信才有可能。猎人打猎时并不知道猎物在哪儿，可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出发，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满载而归。所以人生并不是看到机会才开始行动，而是行动了才有机会。别人的三十岁啊，动不动就六七十万。那你呢？我的三十岁啊，动不动就吃不上饭。你来唱首歌吧。设计也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中也离不开它，我也不知道我不做这个我还会干什么，因为我除了干这个其他什么都不会做，让自己和自己的设计和自己的生活之间都产生无缝对接。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好的设计师，他一定是能把他的生活和他的设计和他个人的价值观和世界产生无缝对接之后的那个真实的自己，才是一个值得我认为我尊重的。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不要去追它，因为你追不上。你应该去种花种草，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蝴蝶自然会飞回来。如果你喜欢的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怎么办？你有了花草阳光雨露，你有了独特的魅力，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但是其他的蝴蝶飞来了，比它更好更优秀更漂亮。这就叫花开蝴蝶自来。爱情如此，生活如此，事业同样如此。Thank you.
为什么你常常烦恼缠身？烦恼起源于困难本身，但让烦恼延续下去的却是抱怨。抱怨或许能暂时缓解失败的痛苦，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只能让你的痛苦苏醒时，痛感更强烈。一个人心态决定了他的行为和语言，越少抱怨、积极进取的人越成功，越是怨天尤人、失意颓废的人越失败，因为你在抱怨中丧失了改变困难的勇气和信心。生活不需要比别人好，但一定要比以前过得好。希望你一直在越来越好的路上。看着架势，疫情又反弹了。其实很久以前，智慧的老祖宗对疫情的规律就已经掌握了。他们说，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
你得学会过自己的生活。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人在乎，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么多人对你的看法。你做得再好，这个世界上依然会有一大半的人根本不喜欢，甚至讨厌你或者恨你。这些年头发是越剪越短，胡子是越刮越长，我曾经青涩的脸庞也终是布满了世俗的沧桑，性格不再张扬，脾气不再倔强，也不复当时的模样。他们说这是成长，一个喜欢花花草草的人，一定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养花是一种心情，一种生活的态度。你用怎样的心态和心情去对待它，它就会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回报你。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这就是养。最近来设计农村房子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院子，仔细一想也对，农村让人向往的也更多的是小院而不是房子。无人问津的港口总是开满鲜花，能承受孤独的人总能重新出发，那些堕落的生涯总要把它丢弃在你我的年华。我看到天边的晚霞，它在等我爬上这座山。别人的三十岁啊，这么弄就六七十万。那你呢？我的三十岁啊，动不动就吃不上饭。
任何人的劝阻都不会让你大彻大悟，真正能让你如梦初醒，看透人情世故的，只有经历、吃亏、后悔，还有伤害。为什么南方人比我们富啊？就是因为南方人没事爱喝茶，喝茶的时候都觉得自个儿穷，聊的是怎么做生意。我们呢就爱喝酒，只要一沾上酒都觉得自个儿是皇上，然后就开始胡说八道，回家倒头睡，第二天起来接茶喝。吃饱的人永远不知道挨饿有多么痛苦，一个吃过苦的人他才能够慈悲。你没有吃过苦的人，你常常就不能够真心的去体贴别人，因为你太顺利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受苦，你怎么可能同情小小的挫折、小小的失败、小小的不顺利，我觉得都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不要老是以为世界是围绕着你转，你都要成功，什么都要拿到好处，好处全拿，这种心态真的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佛说，出来不知人间苦，回头已是苦中人。人生就是这样，这一路的得或失，无论你怎么选择，还是逃不过宿命的安排。都是红尘悲伤客，莫笑谁是可怜人。我可能没有你有钱，但肯定比你自由。鲁迅先生说，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女孩会愿意陪你一起吃苦，陪你一起共患难。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小了，别总是吊儿郎当一事无成。现在要做的就是搞好事业，因为任性贪玩的年纪已经过了。人生看似简单，却承载了太多的情非得已。生活看似容易，却让人身不由己。谁心里没点故事，只是学过了控制。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浮云，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人这一辈子，想得开是天堂，想不开便是地狱。你越计较真相，你就越痛苦；你越计较得失，你就越迷茫。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只有经历过失败的男人才能听懂这段话。没人会在意你努力的过程，没人会在乎你的落魄，没人在乎你的孤单。他们只会看你最后站在什么位置，然后羡慕或者鄙视你。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但我希望你可以熬过这段。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适当地忙着，照顾好身体。人生的下半场比的是心态，拼的是健康。活着就是胜利，挣钱只是游戏，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理。开心地活着吧，今天过去了就没有第二个今天了。这心别累，心就有方向。这人能动，人就有未来。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大事小事到了明天都是故事。凡是琐事过去了，你都会忘记。所以啊，让别人低头那不是厉害，让自己快乐那才是本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很享受自己独处的时间，
宁愿待着泡茶点香，也不想出去吃喝玩乐。其实很多人不是讨厌社交，也不是刻意不合群，只是讨厌建立一段又一段不稳定的关系，伤神又费。秋分，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的分是半，平分的意思。均分昼夜，平分秋季。此时秋天刚好过了一半，一半微凉，一半秋阳，一半热烈，一半清朗，恰如生火，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一半清醒，一半释然。人生不必苛求完满，一半一半正圆满。能被岁月眷顾的人，一定是那些内心温暖的人。因为善良，所以美好。用一颗简单善良的心，做一个快乐又幸福的人，不必太在意生活中的得与失、苦与乐。只要心中有光，就会遇见美好。为人善良而有原则，心存阳光，必有诗和远方。为人友善，一定坦坦荡荡。只有坚持，别人无法坚持的坚持，才能拥有别人无法拥有的拥有。天赋可以让一个人闪闪发光，但努力可以让一个人持续发光。可以不万丈光芒，但不要停止发光。人总要沉下心来，调整好状态，砥砺前行，然后成为一个温柔又强大的人。当你混得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打扰任何人。这个社会很现实，雪中送炭君子少，锦上添花小人多，大多数都是落井下石的人。一定要记住，翻脸不如翻身，生气不如争气，抱怨不如改变。就算身处低谷，也要仰望星空。只有自己变得优秀了，生活才会跟着好起来。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些喜欢独来独往的人，其实他们大部分品行都非常好。这些人不太喜欢扎堆，也不喜欢搬弄是非，他们只喜欢一个人把自己该干的事情干好，享受自己干干净净的世界和干干净净的圈子。这样的人一般都值得深交。上天不给你困难，你又如何看透人心？上天不给你失败，你又如何发现身边的人真与假？上天不给你孤独，你又如何反思自省？上天不给你生命中配上君子和小人，你又如何懂得提高智商？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有人让你哭了，一定会有人让你笑。感谢生命中出现的每个人，有的是过客，有的是贵人，有的是一生的朋友。人这一生就是一场遇见，遇见父母家人，遇见朋友知己，遇见善良的贵人。好的人给了回忆，坏的人给了经历，无论哪一种遇见，都值得珍惜和感恩。感恩所有的遇见，努力做到不负不欠，做事无愧于人，做人无愧于心，坦荡又真实。今年最大的改变大概就是学会了沉默，学会了承担，
学会了责任，学会了原来有些事情只能自己懂。疫情反反复复，仿佛在提醒我们，钱财再好，好不过生命，名利再大，大不过健康。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人间的面见一面少一面。人生本就是一次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其实人这一辈子走走停停，不生病，也许他们会明白莫泊桑的一句话，生活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了自己的想象，有时候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你发现自己咬着牙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人生当中总是有你能力所不及的范围，但是如果在你能力所及的范畴内，你尽到了自己全部的努力，那你还有什么可以遗憾？时光匆匆，一转眼的时间，2022年只剩两个月了。回首这一年，收获过幸福和快乐，也经历过磨难和坎坷。不管日子是好是坏，一切都将要成为过去。愿最后的两个月，我们都能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也愿大家往事清零，整理当下，更新未来，努力完成自己未完成的梦想。一个人的精神长相，在于言谈举止有分寸，为人处事讲德行。语言比镜子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颐指气使的凌厉，口无遮拦的实力，言语刻薄的背后是为人的凉薄。人生在世，出言有尺，衡量的是彼此情商的高低，丈量的却是自己为人的高度。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我只顾风雨兼程。诗句很美，道出了生命的价值真谛。生命的价值在于什么地方？不在于成功的那一刻，而在于为成功而奋斗的历程之中。人的一生就是伴随着困难挑战与挫折前行，没有一个人不经历这一切。有些人倒下了，那是弱者；有些人继续前行，那是强者。挫折、困难、挑战，对强者是一种历练，对弱者是一种经历。很多人在困难挑战面前败下阵来，会失败。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交往，一定是带着善意穿过人海，用最真诚的心彼此相遇，做个真诚又善良的人。这个世界有一样东西不能利用，那就是善良；有一种东西不可欺骗，那就是信任；有一种东西不能辜负，那就是真诚。一切的美好都是来源于一颗善良的心。一眨眼，2022年
只剩下一个月了。一路走来，收获的是年龄，失去的是时间。坎坷也好，顺利也罢，都已经成为了过去。累也好，苦也罢，只要平安就好。一个人的成功，一半来自自律和学习，一半来自阅历和价值。与其仰望别人，不如精雕自己。没有谁的成功是终身的，也没有谁的失败是永久的。以最好的心态，在低谷中历练，在努力中进取，在困境中反败为胜。人不可无志，人不能没有追求，没有追求就丧失了前进之动力，失去了生命之价值。我特别欣赏我们中国有一个著名诗人汪国真先生，他写的一首诗，名字叫做《热爱生命》。他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我只顾风雨兼程。今天是12月30日，农历腊月初八，腊八过了就是年，归家有期，团圆有盼。今年的腊八又逢新年，马上就是2023了，愿腊八的暖意驱散过去一年的事与愿违，愿来年日子长新与盛意，又是一年好四季。不是成功来得晚，是努力还不够，努力只能维持，拼命才能优秀，努力走过的时光才不会有遗憾。未来美不美，取决现在拼不拼，生命在于奋斗，生活在于付出，只有肯努力的人才能成就梦想。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呢，你千万不要去追它。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追不上，而且你很可能会把它给吓跑。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去纵一纵花，纵纵草，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那只蝴蝶它自然就会飞回来。那要是它不回来怎么办呢？你有了花，有了草，有了阳光和雨露。我知道我知道，这样的话其他的蝴蝶就会飞过来了。不对，因为到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关注蝴蝶会不会飞回来了，你只关心自己有没有认真的在盛开。就像花从不为蝴蝶而开，但蝴蝶却为花而来。一路走来，我并不优秀，但我善良不虚伪，有话直来直去，做人坦坦荡荡。我不聪明，但我肯定也不傻，很多事情我看得明明白白，只是不想计较，更不愿意去争论。一个人活得太聪明了会累，有时候傻一点会更快乐。我想有个院子，不用很大，也不用太过奢华，栽满花，泡壶茶，世间事总是纷纷扰扰，最幸福的不过是简单生活，静心生活。不要假装很努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成就是奋斗出来的，想都是问题，做才是刀。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里藏着他的见识、品格和修养。遇大事要静，先静而后谋，先谋而后动，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遇难事要变，此路不通就另寻他路，他路不通就自创新路。遇烂事要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学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自然界是存在磁场的。一个人如果信念变了，德行就变了，德行变了，气场就变了，气场变了，磁场就变了，磁场变了，风水就变了，风水变了，运气就变了，运气变了，命运也就变了。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个人内心仁慈、善良、宽厚，是多贵的化妆品都装扮不出。生活就是这样，忙忙碌碌，平平淡淡。人生就是这样，坎坎坷坷，起起伏伏。不论我们怎样努力，依旧会有遗憾；不管我们如何追求，依然会有不满。人生就是缺憾，生活就是遗憾。想开，然后看开。人难有十全十美，事难能尽善尽美，淡然而后安然。人这一辈子，低头不一定认输，而是要看清脚下的路；昂头也不是骄傲，而是要看清自己的天空。半山腰总是最紧的，你得去山顶看看。攀登的过程虽然漫长，但山顶的风景一定值得，才能领略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近结束了，我们该考虑如何让经济重生。我们经济重生不是为了回到昨天，回到以前，而是在更高的水平上面，从疫情中看到未来，看到趋势，把握机会。我对未来的判断是，远的一定很好，近期很困难，中期更困难。飞机啊，正在穿过云层的颠簸，所以大家要把握好方向盘。改变自己永远都不要嫌晚，无论你年龄多大，无论目前处境多么的糟糕，如果你认定了目标，就一步一步往前走。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便是重生，人生随时都有可能逆风翻盘。人生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懒惰。谁的人生不是荆棘前行，身处低谷怎么走都是向上。每个人都想成就一番大事，不想认命就去拼命。也许努力不等于成功，可在那段追逐梦想的路上，会让你找到更好的自己。愿你我乘风破浪，不负韶华时光，向着梦想努力前行。做事竟有招退有术，做人心无边行有余。看淡纷扰，看清得失，来了去了随缘随喜。功名利禄皆为过眼云烟，不是自己的不要强求。真正的君子是明知有机可投却不为所动。做人不求问心无愧，只求无愧于心。我觉得目前造园行业迫切的需要的不是技术，主要的问题还是审美不高，门槛偏低。当然这与我们花园的决策者到市民普遍的缺乏审美有关，而美又和艺术教育文化底蕴息息相关。很多时候技术工种觉得设计的华而不实，很有以自身的审美来取而代之的势头。同时花园的设计人员从文学和人文的底蕴不足，以及年龄都偏低，且大多数人呢是没有体验过花园生活的，因此花园本身是需要一些年龄和阅历之后方才懂得欣赏。应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审美眼光的提升上，因为创造一个作品没有什么比审美更加重要的。今天把茶台点缀一下，品茶，一片片茶叶在水中翩跹起舞，如同一个个灵魂在水中游走，
欣赏着茶的舞姿，倾听着怀旧的音乐，过去的时光仿佛又回到了眼前。水极出，香气氤氲不浓，带着甜甜的淡雅在鼻尖跳跃，并不会停留太久，像清风拂面，转身已千里万里。水气弥漫，滚滚往上涌，待雾一散去，便会看见白瓷杯中的茶。今天安装石板流水茶台，一方石，一席茶，古典素雅，禅意悠远。石头出自山林，天生就有一股自然的味道，看见石头茶台，便恍若看到了山川河流，看到了岁月的沧桑。石色是天然的原色，石纹是时光的印记，风霜雨雪摩挲后的斑驳，就像岁月的履历，奇雅致的美感都蕴含在这之中。